直播吧。7月24日讯，据媒体 Sportsline 预测，如果卡梅隆安东尼与火箭签约，这将会导致后者新赛季的夺冠概率从 4.8% 下降到 3.9%。 Sportsline 是一家体育分析公司，根据数据来预测各种比赛，是 CBS 体育的合作伙伴。根据此前的报道，安东尼将在被交易和买断之后与火箭签约。泰拳警告。